安宰贤将不会回归新西游记八，网友说太圆了。据韩媒，安宰贤将不会回归新西游记八，安宰贤与节目组经过讨论，决定不出演新一季节目。随后，安宰贤经纪公司相关人士确认了这一消息。安宰贤在一月结束在有瑕疵的人们中的出演后，正在考虑下部作品。目前新西游记正在为新季的拍摄做准备，节目原计划于八月开机，但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未能如期进行，拍摄日程仍在调整中。安宰贤当初预定出演新西游记七，但当时因与具惠善尚在离婚中最终退出。2019年的时候，安宰贤和具惠善两人提出协议离婚，今年七月份正式离婚。安宰贤特别喜欢肉类，他说自己去烤肉店会点好多。细节里，具惠善喜欢让这个家庭特别有秩序，他对东西的摆放有要求，比如生活用具、盆、衣服、鞋等等，要有固定摆放的位置。而安宰贤会觉得这些规则很压抑，他不喜欢被约束。对于此次安宰贤不回归，网友也只能表示遗憾了。